那你呢？你的大计有没有好消息啊？别提了，困难重重。干嘛说了这么泄气？医生说我没有一点点小问题，要怀孕没那么容易。不容易生又不是不能生，继续努力喽。如果不能生，知道该怎么办？可以做人工受孕啊。嗯，可以试试啊。我只是受受而已啊，你们新婚呢，做什么人工受孕？先问问嘛。不过我听说啊，人工受孕的过程很辛苦的，要天天打针。哦，打针啊？没想到养生哥孩子那么难啊。所以说啊，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的，有的生不要错过。我知道，我会努力的。加油。